这是他走的前没有多长的，这是走前的没几天的照片。其实要找到他的难度挺大的，说实话我们也心里没底，所以我特别害怕开那扇门。我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没有勇气去开那扇门，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，但是始终得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现实和残酷。来，老何，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。来，问你几个问题。如果这次还找不到何文华，你还准备继续寻找吗？我继续寻找，我绝不放弃，我不给他找回来我死不瞑目，就是倾家荡产，我就是把房子卖他，我也得给他找回来。我已经对不起他们了，对不起孩子了，对不起老伴了，对不起他走了他也恨我嘛，我会的，必须给他找回来。如果找到了何文华，你最想跟他说的是什么？对不起他，父亲不应该用粗暴的态度去教育你，去管你，给他道歉。来，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，虽然这五个数会数得非常的沉重，我们来看看何文华有没有来到现场，我们有没有找到他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按键。